这些糖已经过期了，要扔掉了。那我拿去喂流浪狗。进口糖呀，还有这么多？嗯。你吃了不肚子疼吗？我帮你试试。脸皮怎么这么厚？真希望他现在就肚子疼，送到医院去打针。 过，你向同学老师看一下。哎，你这是换牙了，班里那么多小孩换牙，就你换出了惊悚片效果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散了，回到位子上。没事没事。我要再吃。不给你了。你答应给我吃的。我后悔了。